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嫣。很好笑，超好笑。每个人都很有那个节目效果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点，都很好笑。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期来的时候，我都以为自己是嘉宾。没想到。对，我就是没，就是身份的转变没有太快的适应，所以说通常是看着别人在笑，看着别人自己在笑。对。你有什么最不想玩？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。嗯。就刚刚迪哥说有一个黏糊糊的游戏，他每次都是最不想玩的。哦，因为我上次只经历了一次，所以还没有 get 到他的痛点。对，没有像他经历那么多。对，就是那个当下还是蛮 enjoy 的，就是还是蛮开心的。当然是综艺更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演戏是我的本职工作嘛。对，然后综艺就是说，是全新的领域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祝愿在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节目，能够有回家的感觉。